好啦，大家又翻翻嚟啊！呢、這个环看历史啦，我哋就欢迎阿何俊仁回归啊！好嘛好嘛，大家好，大家好。就首先我谂代表听众问候一下呢个何俊仁先，你而家身体情况如何？小弟仲健在啊，仲可以做下嘢，身体强壮咗，仲好似高咗添。呢个唔敢讲啊，呢样。咁而家就手术之后一路都康复。个进度点？OK 啦，但系要多啲运动啦，开始要吓。哦，咁就饮食啊，咁各方面要小心啲啦。咁但系即系你知道人生系好多关嘅，系嘛？嗯。即系尤其是呢啲咁嘅病咧，即系可以复发嘅，所以你都系要检查咯，系嘛？不过点都好咧，即系我哋都安于天命，系嘛？即系活得几耐咁啊？喺呢段时候咪做自己应该做嘅嘢咯。嗱，呢个我谂系最积极嘅态度。系啦，咁所以嚟啊，担心得多咗，要同大家见面吓。咁啊，嗱，今次呢个环看历史呢一辑咧，你构思咧，同上一辑有咩唔同咧？上一辑我哋主要都系讲人物啊为主啦，即系围绕一啲近现代史嘅人物。系。咁今次构思嘅节目嗰阵时咧，就都有啲新嘅睇法啦。系，今次咧就更加系用一个广阔啲嘅长远啲嘅眼光去到。中觀歷史，嗱，我哋仍然都係以歷史嗰、那個分析啊，歷史嗰個史實嘅展釋為主，但系咧，我哋今次咧係引入一啲思潮嚇、文化上高嘅意識啊、思潮啊咁樣，咁嚟到咧就去到解釋歷史，同埋甚至去到觀察現代嘅時局，即係會比較概念性啲嘅。有啲有方睇得深入啲啦，但我諗就唔會純哲學地講，譬如我哋今次講民族主義咁啫。咁如果純粹係講嗰個思想嘅，咁民族主義係可以好多嘅思想嘅分析嚇、啊，即係從一種政治思想或者社會思想去講。但我想要灌入去中國嘅歷史，尤其是近代史，咁講會比較使我哋去。能夠咧幫助我哋觀察個思覺。嗱，即係咁講，我哋講人物咧，就好似一對評一套戲嘅嗰、那個演員，佢嘅演出好定唔好啦。咁、但係咧，如果今集我哋嘅咧，就可能係評個咩咧？個劇本啊，個戲軌，同埋嗰個角色設定啦。即係人好多時喺歷史裏邊咧，當然會改變咗個歷史嘅發展嘅一啲重要嘅人物，但係同時咧。佢哋亦都係個時代背景影響緊佢嘅，當然所以話時勢做英雄，定英雄做時勢啦、嗯啊。如果你係身處嗰個時勢，你順住呢個時勢而行，可能成為英雄。但有一啲人物亦都可以憑個人嘅力量，去改變個時勢。咁、所以就我覺得今次我哋嗰個安排咧，就可以咁講就係呢個進階，即係更深入去睇。影響中國近現代史發展的一些的重要的概念、思潮和呢影響人的歷史人物行為的原因在哪裡？當然這些都是很大的歷史問題，即是近來我當我預備這個題目的時候呢，看回一些大的書，發覺當然是很多即是大的問題呢，其實很多人是終一生去到研究的，都未有定論，都未有定論，因為很多是相當好的文章啦、譬如這個許卓雲教授的呢本書是相當之精彩的，講即係中國華夏嗰個歷史嘅發展。今集我哋講嘅咧就同香港嗰個而家爭論緊嘅嘢都好有密切關係，都有啲關係㗎，唔係純粹歷史問題嚟嘅呢個。純粹啊，就係講中國何謂中華同埋民族主義嘅產生啦，係啦。咁但我哋要講咧就係、是、第一呢啲嘢係絕對係我冇一個正與錯嘅或者係。對與錯的定論嘅，即係佢唔係一個科學，唔係一個數學可以好準確講，牽涉到好多嘅價值觀念，甚至好多係定義嘅問題添。咁但係不過點都好咧，我哋都可以即係拋磚引玉嚟到傾下啦。咁希望引起大家興趣，然後大家一齊去到即係多啲閱讀，同埋提供一個思考嘅角度。我覺得即係我哋做節目，大家千祈唔好諗住。是當做一個很嚴肅的 lecture 咁樣就失去咗個趣味性。咁我哋都唔係權威，我哋都唔係一個教授。不過就用一個大家可以溝通嘅方法咧，去思考一啲嘅問題。咁我覺得呢個就係我哋一路以嚟由上一季開始到而家咧一個最重要嘅目標。冇錯，刺激大家對中國近現代史同埋香港作出一啲嘅更深入嘅思考，就唔係淨係一啲口號嘅停留。尤其是我好希望年青嘅一代咧。
真係要多啲去到關心認識歷史，因為咧好多主義咧啊，你好多嘅思潮咧，你好容易就係、是、純概念去諗，抽空去睇，離開咗歷史社會脈絡去諗，咁呢個咧就有啲係會離地嘅。你唔去了解個歷史，亦都唔去闊啲去睇下你周邊啊好多嘅即係個中觀宏觀啊，佢嗰個發展嘅軌跡，咁咧就係、是、好容易就會點樣咧？就係即係以偏概全，好容易咧就係即係離咗地去睇，同埋人雲亦雲啊，好容易俾啲妖言惑眾嗰啲人一句口號咧，就捏咗嗰啲即係群眾咧，係去咗一個嘅即係唔使思考，以為咧就係跟住我行就得啦，好似摩笛咁樣。總之成功嘅人咧，一定係要把握到事實嚇，即係相關嘅事實作為根據，係嘛？如果你冇好多嘅事實，好多嘅歷史嘅。嘅背景資料，無論係長即係長遠嘅歷史，或者係即係比較近代嘅歷史，作為一個脈絡去到洞察咧，咁其實咧就係純粹好單線諗問題咧，係即係會係容易簡單化咗。嗱，我覺得亦都係過去香港咧歷史教育做得唔好嘅地方咧。唉，咁呢個就係、是、教授嘅呢、這個竟然係回歸之後嘅最大一個即係佢哋自己嘅失敗。即係以為啊，回歸之後一定會係咩啦？啲人一定會愛國乜乜乜啦，啲人會民族嘅嗰、那個公民意識啊。咁點知原來唔係，佢自己做嘅另外一套就係咧，即係差唔多好多嘅中學嘅教育裏邊咧，就刪去咗歷史啲科。依家就算大學都唔願意俾錢去到支持一啲人民教育，同埋一啲研究嘅科啊。最慘啊！我發覺咩咧？研究嘅 project 越嚟越少。嗯，即係肯 UGC 撥款，撥大筆錢落去做研究嘅，關於即係呢個人民科學嘅研究越嚟越少，其實因為攞唔到分定。人民學科其實都唔可以科學，即係你好似歷史啊嗰啲人民學啊，即係講咩啊？人類學嗰啲咧，依家差唔多大學都可以越嚟越細啦，嗰啲執得都似啊，真係咁點搞落去咧？咁就哲學嗰啲咧，一路都受緊威脅嘅，其實。咁啊，全部搞咩管理啊，或者搞啲科技啊，咩國際金融啊，嘛，真唔係咁樣嘅嚇。嗱，呢個就我哋可以希望可以即係提供一個 alternative 啦，即係俾大家喺正統教育以外，去平時從一個即係傳媒嘅角度去多啲去思考呢啲問題。咁嗱，進入今日我哋嘅主題啦。我哋第一開波咧，就定咗一個幾大嘅題目，就係叫做民族主義在中國。嗱，呢個題目咧可以咁講，到今日。由呢個1911，即係你可以咁講，由晚清開始一路影響緊中國近現代史發展嘅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動力，就係呢個民族主義。甚至今日到香港最大嘅爭論都係民族主義，同埋對香港嘅所有現實發生緊嘅政治問題啊，背後啊嗰個衝突啊，喺邊度咧？都係民族主義。台灣又係，係咪？咁所以呢、這個所以點解揀呢個題目呢就幾有意思嘅，即係引起可以大家思考。嗱，我想問下，首先第一個問題，就係咧，究竟中國而家呢種現代嘅民族主義係幾時先出現嘅咧？因為係自古以嚟。我諗自古以嚟嘅民族主義同今日嘅即係近代嘅民族主義最大嘅唔同咧，就喺滿清嘅時候咧開始，即係面對住即係真正嘅世界啦，即係以前嘅天下就係以漢族。以天下王朝為主，係嘛？咁啲人民就尊王讓義嚇、啊。雖然啲異族咧，佢都可以同佢友善。呢、這個就係儒家所講嘅華夷之辯。華夷之辯，但咧又好融合嘅，係咪？即係可以嚟到教育你，可以同化你。咁但係咧，佢仍然都有一個所謂中原嘅帝國嘅思想。咁而佢又冇乜界，即係佢又冇乜邊界嘅。以往嚟講，因為好嗰個帝國嚟噶嘛。啊！即係保天之下，莫非王土嘛。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係啦，咁所以咧冇乜所謂嘅，冇乜地，又冇乜公民嘅概念嘅。邊個屬於我嘅國家嘅人民咧？咁就又冇乜所謂。其實會唔會一個華夏嘅文化概念多過係一個種族嘅概念？咁所以咧就許澤門教授所講咧，以往嚟講咧係一個文化嘅概念為主。即係你係夷人，即係話譬如你係鮮卑好呢、這個匈奴好。即係總之，你願意接受中華文明嗰一套嘅禮教秩序、你都可以成為華夏嘅一份子啦。即係佢一個開放嘅體系。雖然都有種族嘅都分別，呢個世界好自然噶啦。但係漢化咯，佢話。但係點知咧，慢慢地又通婚啊嘛。你諗下嗰陣時候，中國有一段相當長嘅時間咧，係異族佔領嘅。
即係五胡亂華嘅時候，魏晉南北朝。其實喺東漢之後係好長嘅時間。好長嘅時間，咁就跟住就遼啦、金啦、啊、然後就呢個元朝啦、清朝啦，直情咧，如果你嚴格嚟講咧。如果你以漢族先就係中國人咧，中國俾人滅咗啦，已經冇咗噶啦。你四大漢國呢、這個呢、這個元朝，你其實根本就係只係元朝裏邊嘅，即係即係蒙古裏邊嘅其中一個一個屬邦。你到晉西晉滅亡之後，晉失南渡之後，嗯、其實喺成個黃河以北，甚至係黃河河套嘅地區，都係外族嘅政權嚟噶，就是、南北朝對峙嗰陣時。好奇怪，甚至係唐朝，唐朝係鮮卑族啦，係啦，唐太宗都係外族嚟噶，都係外族嚟噶嘛。但係慢慢地咧，冇乜所謂嘅。就算清朝嚟到咧，康熙啊呢啲呢班誒呢個誒雍正，全部唔淨止係學漢文，甚至個個都唔錯嘅。嗯，即係呢個漢學嘅修養嚇，個個讀古書，個個文嚇文，乾隆好犀利啊，書法相當好嘅。咁所以慢慢地咧，就即係已經係個界線越嚟模糊嘅。咁所以咧就以往嚟講咧就是、一個大嘅漢族，但係就好包容，即係天朝嘅天下，一個天朝嚇。咁咧二十即係顧傑剛所講嘅二十四史，其實二十四個王朝史，係咪啊？咁係咁上下就咁個冇乜所謂。咁呢啲嚟到係融化咗你，咁或者咧就係、是、即係佢個印住個界線到宋朝，可能畫得清楚啲。咁但係咧仍然都係即係咩叫華夏咧？就個概念咧，都係一個好鬆嘅概念嚟嘅。但係會唔會嗱？我、啊、嗱、啊、你呢個直接要改變，直接晚清就改變。嗱、啊，你提到宋咧、啊，我就有個印象啦。係，其實我哋讀歷史都好明顯嘅，宋係最突出嗰種嘅華夏之變對抗外族，係漢族同外族嘅鬥爭。係嗰、那個到今日嗱，我哋讀正氣歌文天祥啊，讀呢個岳飛啊，咩梁鴻玉擊鼓退金兵啊呢啲咧。嗯。其實在宋嚟講咧，其實產生嘅嗰種就係叫做唔係現代嘅民族主義嚟嘅，都係以種族，但係就個意識好強啦，因為要同我哋劃定個邊界啊，要同呢個遼要遼金簽訂和約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即係變咗有個所謂嘅列國體制啊，係就唔係一個大一統嘅天下嗰陣時，係所以就產生咗我哋今日好奇怪喺殖民地讀我哋嘅民族主義嘅來源，其實好多時嚟自讀宋史嘅。不過宋咧，讀文天祥啊、岳飛啊嗰啲古仔喎。但係宋咧本身係一個弱國嚟嘅，即係雖然佢係即係佢個文官係相當之即係個重文輕武嘅王朝嚟嘅，即係文化係好發達嚇、啊，文學係好發達。個皇帝都好叻啊，啲寫畫畫又得，但係咧打仗就唔得嘅，即係所以佢個版圖就唔大嘅。如果佢將宋以外嘅地方畫係叫做中國以外嘅話咧。咁宋嘅版圖係一個好細嘅一個弱國嚟嘅，即係尤其是係去到南宋嘅時候，真係係咪啊？咁所以咧就，但係問題咧，一路以嚟奠定咗所謂一個叫中華概念咧，就唔係靠宋朝嘅，係由秦漢開，秦漢開始，秦漢個制度咧係建立得相對成功嘅。秦朝梗係最緊要啦，統一貨幣、統一文字，係咪啊？統一度量衡呢、這個大家知道咧，你唔好你佢殺幾多人都好，佢係用一個咁嘅方法，同埋當然有嘢武力。統一中國，我哋統一中國咧，嗰啲咁然後跟住削藩啦，大家知道咧，係中央集權啦，係啦，廢咗呢個封建主義，行郡縣制，然後跟住咧郡縣制咧就係、是、全部地方政府咧都係中央嘅代表，嗯，以前就唔係嘅，以前啲諸侯就話呢個係我嘅小國，係咪啊？就好似西方嘅封建社會咁。咁、啊、雖然咧啲人走嚟走去冇乜所謂嘅，即、就、係、是、你燕國走咗去韓國，然後跟住韓國啊走咗去秦國嚟到，但係佢冇一個冇大一統嘅形象，係啊，佢就唔會過你半國嘅。係咪都係冇一個大一統嘅形象，冇一個大一統嘅嚇。咁、啊、但係秦漢就奠定咗個觀念。咁如果用許卓雲講咧，能夠凝聚到呢個所謂中華民族，後嚟真係成為一個現代嘅國家咧，有幾個最緊要嘅因素。咁啊，第一個咧，佢文官制度。嗯。咁文官制度之下咧，佢有考試嘅制度，然後咧就係考試嘅制度咧，通常就係佢有一套嘅思想同埋 open 俾全國人參加。係啦，嗱，咁有一個上流啦，有一個上游啦。第二，佢有一種統一嘅思想喎。嗱呢樣嘢係成功嘅地方，就是、個 syllabus 啊，全部係啦，你全部你做官，嗱你即係十年窗下無人識唔緊要，你肯讀嗰套書，你讀得好就個個去做官，係咪？都係信嗰套嘢。係啦，窮秀才，袁凱睇你唔起，踢你走，搶我娶個女。粵劇全部都係。係啦，點知唔係呢啲真係全
傳統歷史就係咁樣，點都佢翻去就中，即係靠進士，靠個妓女攞啲錢去資助佢讀書上京考試，通常都係。但係佢真係有一個咁嘅流動喺度，同埋一個德化教育啦，即係選孝廉啊，選咩嘢？咁啊，第一樣嘢佢係個文官制度，再加埋佢嘅儒家思想。咁另外，許卓雲所講嘅佢嘅經濟，哦，嗰個內部市場交換，內部市場。同埋中間裏邊建立嗰啲道路，嗯啊，一個道一個路，即係唐朝就道，宋朝就路，咁中間又有好多所謂驿站，又有運河，咁啊使到成個中國咧。呢個秦始皇開始車同軌好重要嘅喎，好緊要，統一咗個車轆喎。係係咁呢啲咧就變咗佢去嗰啲路咧就 standardize 咗啊，其實係。係啊，好多嘢，好多嘢。書同文就係咁嘅意思啊。呢啲唔覺唔覺咧，係啊，就係秦漢咧，其實奠定咗。即係中國呢二千年一路落嚟嗰個，即係能夠即係所謂分久必合，就呢啲嘢凝聚住嗰個民族咯。即係凝聚住，就算係唔同族都好，原來佢一個經濟網、一個市場，都係打仗嘅時候，原來都要做生意，大家都有互相嘅供應，有交易。但係呢種頭先我哋所理解嘅帝同埋儒家思想呢個好緊要。帝國時代嘅中國，既然佢係一個。譬如文官，佢一個開放嘅體制，雖然佢一種意識形態嘅統一性，就係儒家思想，慢慢凝聚咗所謂一個所謂華夏文明呢樣嘢啦。係，咁但係呢樣嘢其實同過渡到去民族主義其實仲有好大嘅距離。佢本來咧，佢唔係一種民族主義思想嚟。本來唔係，因為佢點解佢唔使啊？佢本身漢族就係優越嘅儒家思想，個文明係優越嘅，個文明係優越嘅。佢嗰、那個即係佢唔係種族，佢文明嘅優越。佢文明優越係啊。咁又跟住咧就係、是、即係四方來朝。係嘛？咁佢就呢個掌管天下四方來朝。咁佢對嗰啲嚟到入即係嚟到進貢嘅人士，佢又好禮待。咁其實你知道最遠去到高麗，去到越南係嘛？朝貢啦，係咯，都係嚟朝貢。咁佢又唔係一定嚟打你嘅。咁總之你肯清神就得㗎啦，已經。其實你朝貢啊，就係嗰啲國家就其實做貿易㗎。做貿易，佢攞啲嘢俾你就帶翻好多嘢走嘛。根本就 Jack 數點啊？係啊，攞 Jack 數。你真係中國人，即係你肯即係認下帝威，肯嚟朝拜呢個天子，其實你有 Jack 數。其實即係當時嘅建制派嚟嘅，即係專北京共產黨為呢個大佬，佢俾翻多多嘢你代你中港車牌啊咁。咁你嗰陣時候好似唐朝仲威水。朝貢貿易嚟㗎係啊。咁啊，連嗰啲蒙古人都話呢個咩天可汗啊嘛，同大宗係嘛。認埋你都係我哋嘅大佬咁樣。唔係啊，日本嗰個遣唐使都係咁噶。日本遣唐使即係當時嘅叫做大和朝廷啦，日本係派出遣唐使嚟中國咧，其實佢哋都係一種貿易嚟嘅。係結果咧，佢就求其攞啲嘢嚟拜見咗中國嘅皇帝，跟住又好多船嘅嗰陣時，一個朝貢嘅使節，然後攞翻好多嘢翻去賣嘅。所以佢哋嘅觀念、人民嘅觀念咧，就即係只係朝代嘅改變，中國仍然存在。即係等於一個衙門轉啲官啫嘛，你明唔明啊？咁啊朝代咁啊，可能有陣時因為個朝代改變，因為點解咧？因為到一個朝代到某一個日子之後咧，就跟住就開始就係、是、天命啊！佢又講緊天道循環啊！中國人有當然主要嘅原因咧，就是、因為你昏庸無道係咪啊？養得幾代，富得幾代，跟住下邊嗰啲閒閒啲都唔懂得掛住去 Facebook 識女仔啊、自拍啊咁啊啲皇帝，個個喺度嘆，個個喺度淫樂，咁你變咗就唔掂啦。跟住就梗係外觀，因為中國呢二千年嚟都係咁樣嘅。係咪宦官外戚嗰種鬥爭？咁咧就跟住你，所以出到後來外族入侵咯，外族入侵，咁啊或者內部亂，咁跟住再加埋啲天時嘅因素啦，嚇，即係譬如係有饑荒啊咁樣。咁而嗰個循環咧咁樣，所以中國嘅循環史觀咧就咁樣嘅，一治一亂，但係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咁樣，但係就冇亡國呢個觀念嘅。冇，因為佢直招新朝就係啦，嚇，佢上去個政權咧。啊其實佢又係用翻儒家嗰套思想去組織嗰個政府，又係班儒生去考試，又係加入個政府。even 你係外族政權，譬如滿洲咁樣，女真，最重要就是開科取士嘅啫。係啊，你睇好似曾國藩咁巴閉，組織湘軍滅咗太平天国。其實嗰陣時候佢嘅真係可以講話咧，可以稱帝，即係呢個絕對可以稱帝。佢根本係功高蓋住，可以稱帝，絕對可以稱帝。但係佢唔淨止冇稱帝，佢連。即係引，即係能夠進言嚟到希望改革當時嘅滿清嚇嚟、啊、到現代化嘅政府都冇，其實佢有咁嘅見識嘅，曾國藩。你睇好簡單。佢甚至自己咧退隱，有時都好似張良咁樣，即係交俾良將咯、啊，然後就跟住就係解散呢個湘軍，俾淮軍上咯、啊。係咯，即係咁樣嘅思想嘅一種忠君愛國嘅思想。咁即係點解啊？
即係話清朝都係自己有啦，冇錯。好簡單，李鴻章就一個好特別嘅人物。曾國藩就將個地位交俾李鴻章。係李鴻章咧喺辛酉辛丑事變，即係呢個八國聯軍攻入北京，係慈禧失蹤咗，嗯，都未發現佢向西走難，唔知道去咗邊嗰陣時候，香港嘅總督卜力咧就安排孫中山喺橫濱嚟香港，係就喺維多利亞港嘅郵輪上邊咧就見李鴻章嘅首席幕僚，係即係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嗯 嗯，商討咩咧？推動李鴻章兩廣獨立，當時兩廣總督李鴻章，係嗱佢都唔敢作反喎，你諗下，喂當時個皇室已經唔知道去咗邊咯，係佢都佢就一路留喺度就等情報啦，究竟慈禧喊咗未咧？咁最後尾發現原來同皇帝咧就逃離咗北京，就去呢個熱河西狩。咁樣嘅話咧，佢就即刻放棄兩廣獨立嘅構思，就當冇件事發生。係係。嗱乜佢退到嗰個位佢都唔敢啊！所以呢啲咁嘅儒家，即係好多呢啲即係封建。即係佢唔係用種族嚟去做嗰個聯繫嘅喎。已經當時已經入住咗中國咧，已經佢當佢已經成為咗正統嘅啦，已經。係啊，當佢自己人。即係清朝已經成為正統，係咪啊？咁啊，當然咧，仲有個旗族，咁啊，仲係一個優越嘅地位，即係當然就共產黨咁樣，即係藍血人，民建聯咁啦。咁但係咧，仍然佢哋係接受咁，最多當佢係呢個優越嘅一份咯。但係佢唔會用種族嚟到劃分，而事實上個嗰陣時候清朝嚟到中國做官嘅人，全部都懂漢語，係咪？其實女真都一路貿易咧，其實入主即係打敗呢個明朝之前咧。其實佢哋嗰個嘅即係都同中國文化有相當嘅交流，所以呢個文字統一係絕對重要。純粹咗文字統一，然後可以傳播思想啊嘛。嗱，但係唔係文字係點樣書寫文字嘅統一？女真好奇怪喎，滿洲人咧，我哋去故宮見到嗰啲牌匾咧，其實有滿文有漢字嘅喎。係係，佢一路好堅持自己嗰個文化嘅喎。嗱，雖然佢識漢族文化，我知，但係同時滿洲嘅檔案啊。所有朝即係嗰啲奏折啊，係有兩份嘅喎。但係依家話佢哋有漢文有滿文。依家玩完㗎啦。嗱，而家冇啦。我諗識滿文好少。依家識滿文嘅人咧，我諗幾百人。係啊，好少係啊。嚇，即係冇。成個族滅族啊！我諗。中國咧，即係依家嘅中共咧，係冇嗰種胸襟去到去容納呢個滿洲文化，去到保護多元嘅文化，即係唔好似加拿大咁樣對嗰啲印第安人嘅文化嘅，或者俾佢學校裏邊有啲珍惜啊，學翻自己嘅語言文字。呢個係非常之。即係可悲嘅事。我諗識滿文真係好少。係啦，係啦。好啦，你翻返正話第一個問題，幾時先至有一個現代嘅民族主義呢？咁現代民族主義就係離唔開國家主權呢樣嘢。咁所以咧就係即係以往嘅民族主義就基於咩呀？種族、血緣、語文、宗教。咁又跟住中國就冇乜宗教嘅，就儒教啦嚇，即係儒家啦，或者係佛家啦咁樣係佛教啦。然後跟住咧就地理、歷史、文化有啲共同嘅記憶。咁但係呢啲嘢咧就係我哋叫做咧好 fluid 嘅，即係用中文講，即係咧你點樣劃條界咧？即係嗰個身份係會變嘅，會變，即係唔係好清楚個界限。譬如你係女真人，可能你慢慢由遼東移居到去北京，同埋個地方咁大咧，你無端端揾啲理由嚟到劃嗰個地域，話我自己係一個族嘅人都得嘅，唔係太難嘅。廣東我咪廣東人咯，以前我哋話個撈鬆佬嘛，撈鬆佬邊度傾得埋啫，係咪啊？北方人係嘛？咁即係撈鬆你即係北方人啦，劉鬆嘛，好興啊，係啊，咁啊唔中意撈鬆佬嘅，以前香港都係咁樣嘅，但係咧，即係所以咧，依家現代嘅一啲嘅理論家就話咧，其實民族主義呢樣嘢咧。是政治精英所利用一個概念製造他所要製造的共同體，一個想像一個想像共同體，然後達到政治的目的，產生政治的能量。所以咪有人製造香港民族咯。但係呢個事實上都係話建國係咁樣啦，復國係咁樣啦，跟住國家呢個抵抗侵略係咁樣啦。嗱，你睇東南亞嗰啲譬如馬來亞、印尼，你就知啦。嗯。原本馬來亞是一個蘇丹的小王國嚟噶嘛，即係英國人殖民之後咧，就將佢變成一個聯邦，但其實個權力都係喺部分嘅蘇丹嘅手上。但係咧，當佢變成一個即係獨立咗之後嘅民族國家咧，就出現咗呢個大馬來主義啦。係嘛？就用其實你睇馬來西亞嘅國界已經知咧，係好鬼直嘅，人為咁畫噶，其實根本係。是人工地畫出嚟嘅。所以呢啲咧，基本上唔係佢原本 organic 地。佢發展出嚟嘅嘢，唔係有機咁樣，係後加落去嘅嘢。係冇錯。咁所以咧，其實咧，以往中呢個大中華民族咧，係冇呢個問題嘅。冇。你嚟滅我
啊，你哋滅咗我都好啦，你唔好理我呢個版圖點畫都好，慢慢地融化咗，跟住咧慢慢地又一個新嘅王朝，跟住開科取士，跟住又冇事咁就，咁好得意啊！咁直至到咧受到西方嘅挑戰，原來有一個另外一個更可能係更有威力嘅，更加佢會覺得佢同樣高明，甚至可能更加高明嘅一個文化。高明嘅意思就係話強大可以啊，富國強兵嘅咁就可以，即係你同佢咧，即係起碼呢個文明唔低於你哋所講嘅我哋幾千年嚟嘅文明嗰種水平，咁就係西方啦。咁所以當時咧，呢個左宗棠話啊嘛，面對二千年未見之巨變，咁啊嚇一跳。咁佢見係一樣嘢啫嘛，就見到啲船可以逆流而上，喺波濤洶湧嘅長江上逆流而上。咁啊知道原來呢個叫科技。咁開頭嘅咁咧，我睇呢個謝永寧呢本叫《中國民族主義嘅復興》咧，佢其中一個數字我最有興趣咧，就話睇清朝嘅檔案嗰幾十年咧，佢話開始用即係呢個中國，中國呢個作為一個主權國家，佢第作為主權國家咧，個數字一路增加，喺晚清，直至到一路晚清嘅時候，一路直至到即係辛亥革命之前咧。是數目嘅增加好多倍。其實會唔會係同西方工業文明嚟咗殖民主義嚟咗之後咧，開始有一個所謂條約，即係要處理好多同條約嘅問題啊？咁樣咧，先至咧令佢哋 aware 到呢個再唔係一個天下啦，而係有好多平等嘅同你地位對等嘅一啲國家出現。因為咧係啦，你跟住咧，你所面對嘅就唔係啲遊牧民族。係啊，你簽訂鴉片戰爭嘅南京條約。係啦，直情人哋一個好有組織嘅政府，辦事好講規矩。啊！就讲规矩啦，然后同你咧就讲道理啊，跟住就话喂，你咁唔得噶喎，吓、啊，即系我哋嗰啲人咧，我哋要追求咩嘅法律权利、啊嗯，我哋要追求咩嘢贸易嘅权利、啊，跟住有乜事发生嘅时候，你要根据你要根据我哋嘅规矩去审、啊，清正党嘅程序，佢本来根据你嘅方式去审都得，但系点知你哋啲嘢太落后啦，我哋要根据我哋啊西方嘅法律观念去审咁样，咁就于是乎就产生好多矛盾喺度。咁當然其實實際上高係貿易嘅需要啦，係嘛？咁但係實際上高咧，當矛盾去到即係產生嘅時候咧，就係國家嘅對抗，係嘛？國家嘅對抗嘅時候咧，發覺哇，原來人哋嘅國力咁強嘅，然後背後呢個國力唔係淨係槍，唔係淨係炮制度啊！即係你唔可以以為即係你學攞咗佢啲槍炮就可以同佢對行，原來即係大家同樣咁嘅武器，你打起上嚟嘅時候，你嘅全部隊形輸曬，你嘅指揮、你嘅訓練輸曬。你的戰略輸曬，戰術輸曬，咁又發覺人哋嘅背後有一個好嘅組織同制度。其實會唔會就係話，因為嗰種嘅工業文明，即係向東亞地方擴張，係令到東亞呢啲國家其實唔係淨係中國，即係唔係淨係滿洲嘅，其實滿清嘅，其實日本都係，係就覺得咧呢個世界就第一原來同你有好多咁高咁大，甚至比你強大嘅國家存在。係第二國家與國家嘅交往唔係再係以前嘅天下朝貢咁樣嘅體系啦。係嘛？乾隆王嗰陣時，呢個麥卡尼去代表呢個商貿團去見呢個乾隆王咧，佢仲當緊英國人係嚟朝貢㗎。冇錯。所以點解你唔跪我？呢個係好無知啦。係啊，佢就話：喂，其實乾隆同道光唔係爭好遠啫喎。係係。佢同鴉片戰爭發生，其實唔係爭好遠嘅啫。其實中國即係如果睇翻個歷史咧，一個其中一個最大嘅錯誤咧嚇，大家知道咧，本來鄭和下西洋係明朝明初嘅時候，咁其實嗰個航海係非常之發達。咁咧，其實你話嗰陣時候英國人嚟到惡啊，要八國聯軍啦。其實嗰陣時候鄭和下西洋都好惡嘅，大佬。帶兵好多兵。你知唔知去到呢個石蘭啊？即係依家斯里蘭加咧，捉咗人個皇帝啊，大佬。上岸捉咗人個皇帝啊，跟住去到非洲咧就滅咗人啲族嘅。係去到東非啊，佢係好惡嘅。嗰陣時候佢個係全世界最大嘅艦隊嘅呢個鄭和嘅時候。但係好可惜嘅，其實所有。但係隊草圖乜嘢都冇留低，船澳乜都冇。點解咧？檔案全部消滅。後來去到明朝嘅中葉，突然間係要全部毀滅曬，停曬對外個海路交通。咁所以嗰個邊境咧，發覺其實你一般嚟講咧，沿海係最發達噶嘛。係啊。但係去到明之後咧，沿海佢當係邊疆嚟嘅。所以咪同埋日本嘅倭寇入。係啊，又倭寇咁，主要咧就係當個邊疆嚟到防止日本，同埋咧係全部。唔俾再有遠航，唔准出洋啊！係唔俾出洋，唔俾再出洋。咁於是乎咧，跟住對洋人嚟講咧，就採取抗拒、隔離嘅態度。呢個同日本好似噶，唔係日本好多，日本都係將佢指定。嗱，你睇嗰個馬田史高西史嗰套戲咧，沉默咧，其實講緊禁教嗰陣時，即係講緊日本嘅喺封神受吉嘅年代都一樣噶。
都是驅逐緊嗰啲嘅宗教士。但是他到八十年代，即係咪到呢個十九世紀明治維新？佢明治維新之前係鎖國嚟嘅。開咁中國咧就是明朝開始鎖國。嗯，明朝開始鎖國咧，你知道咧嗰陣時候就算係葡萄牙人。咪整在澳門咯，澳門咯，係啊，唔准入去，唔准入去噶，唔俾裏邊住噶，即係連酒店都唔俾你住啊，客棧都唔俾你住啊。咪所以你做完嘢走翻出嚟噶啦。而家嗰個聖人咩方濟各啊，係係，係咪葬喺呢個台山附近嗰個島？係係係。佢都係入唔到去內陸噶，係。咁佢即係依個廣東咧，仲有幾個區咧，當年俾嗰啲人嚟到做生意。在那里开经商啊嘛。阿拉伯人咯，系咯。系啦，跟住就要走嘅，即刻唔俾你同本地人接触，唔俾你学汉文，汉人又唔俾你学咩嘢，除非即系一啲少数嘅做生意嘅人，或者系所谓一啲收税啊，做睇住嗰啲即系检查啊，呢个边防啊，海关啊，所谓咁唔知系咪叫海关咧嗰阵时候，咁嘅人，咁所以呢个锁国嘅态度咧，就系、是、造成咗中国对西方完全无知。由無知到咧係因為抗拒啊，因為排斥，因為隔離，引起無知、懷疑，跟住恐懼。其實會唔會係佢恐懼？即係個帝國個國防嘅危機啊，個國家安全嘅問題就唔係嚟自沿海，嚟自內陸亞洲咧。所以明成祖遷都北京之後咧，係將嗰個國防其實係將佢個重點佈置，其實係喺。內陸亞洲嘛，佢係嚴防，我相信佢係嚴防元朝復活啊，蒙古。因為元順帝離開咗北京之後咧，其實蒙古未覆滅噶嘛，仲有其他漢國噶嘛，係咪？所以我覺得佢係成個點解要設嗰個海防，即係將沿海啊，唔好放棄啦，唔好再去出洋客，去宣揚國威啦。我諗係將個重點擺咗喺嗱，一路到清都係嘅喎。你睇到嘅其實清都有個爭議嘅，究竟中國嘅國家安全嘅威脅係嚟自內陸亞洲定係嚟自呢個蒸汽輪船？係去喺呢個中國沿海咧，咁所以有海防與陸防之爭嘅，其實都係。係咁啊，直至到咧，佢要面對現實咧，就是、鴉片戰爭啦，就由海陸嚟咯。一個鴉片戰爭，佢要洋務運動啦。咁洋務運動，佢仲以為咧係一個器皿，即係我即係利用個西方啊，中國為體西為用，佢所爭嘅器皿落器皿用之用嘅啫，即係我。學識用炮係嘛？有槍就已經體制唔使改啊！咁直至到咧就係、是、呢個甲午戰爭，甲午戰爭主要全世界最大嘅北洋艦隊咧，即係原來又可以即係即刻好短時候就俾一個新興嘅日本國所殲滅。嗱，其實會唔會個分別就係咁咧？因為我睇翻好多日本人嘅描述，或者當時甲午之後嘅中國嘅知識分子嘅描述啦，佢哋終於體會到，西方嘅工業文明嘅體制係能夠令到。上下一心，即係個政權同人民係上下一心去求富求強，所以佢哋反省嘅結果咧，其實日本戰勝呢個北洋艦隊咧，個原因就係北洋就係李鴻章一人之力，而日本就係舉國之力，然後咧經過明治維新之後，上下一心咁樣實現咗呢個嘅所謂嘅富強、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我覺得嗰種民族主義思想慢慢出現，我覺得係同嗰個明治維新有關嘅。因為絕對有，因為甲午戰爭之後咧，朝中所謂有識之士啊，譬如李鴻章啊嗰啲咧，其實佢會有好多駐日嗰啲嘅外交人員將啲情報話翻俾佢聽，佢就開始關心呢個明治維新其實做過乜嘢咧，日本人。而其中一樣嘢佢發覺就係咁啦，中國咧係個皇權同個人民之間係個距離好遠嘅，即係打起仗上嚟嘅，根本上一般嘅人，譬如鴉片戰爭咁啦，其實帶呢個英軍入廣州城嘅都係。中國人嚟嘅，其實即係我哋有一節會講即係呢個即係儒家思想嗰個影響啦，即係將來可能喺自由主義啊呢度可以一起講啦。其實中國人嘅即係喺現代之即係點講啊？即係喺呢個辛亥革命之前，嗰、那個國家觀念係好薄。我諗係真係國家觀念薄弱到。咁呢啲人咧係甲午戰敗，我諗一般人係冇反應嘅。我諗都冇啊，直到中即係要建立中華民國開始。嚇、啊，即係會比較清晰一啲。真正要鑄造嗰種，我諗係抗戰去到抗日，係更加清楚。以前真係宗族主義緊要啲，宗族咧就係家庭啊，宗族唔係要到家庭。係啊，你知兩條村可以為個井打死咁樣，即係可以械鬥啊，農村械鬥。械鬥，然後跟住咧個個都係講光宗耀祖。你睇元朗鄧氏宗祠咪見到咯？係啊係。嗰啲農村械鬥死咗邊個個名碑刻寫喺呢個祠堂裏邊啦。即係佢忠於自己嘅宗族，宗族係啦，宗族啊個家庭。
今日跟住就上去個皇帝，皇帝就好遙遠。皇帝就當做係所有宗族嘅大佬咯。係啦，即係其實係點解？即係一個君父啊！啊，君父啦，係啦，即係父母官。咁呢個就係即係總之就係國家，佢就係一個大家庭之父，係咪啊？咁所以就冇一個現代國家，更加冇一種叫公民嘅觀念。嗱，日本人呢樣係早過中國好多嘅。江户時代一決定呢個開國，因為呢個美國呢個培理將軍啊，去敲門啊，黑船來航。係佢當佢成個日本嘅精英階層知道個世界變咗啦，唔可以再閉關鎖國啦。佢一 flip 嗰下咧，佢就係全國就改變個體制，攞翻個天皇出嚟。然後咧就原本由呢個尊王攘夷啊嘛。係其實佢原本係對抗外人嘅，都係一變就轉咗做咩啦？就開國啦。咁所以咧就成個日本嘅嗰個改變，我諗對中國當時甲午戰敗之後嘅知識分子咧係好大嘅衝擊嚟嘅，我覺得。係咁總之咧，嗰個轉嘅過程咧，其實差唔多有少少喺維新，即係後開始，即係梁啟超呢啲。同埋我覺得中國嘅民族主義根源，我覺得唔係西方，我覺得係同日本有關。咁當然，因為呢班留日學生其實佢哋大部分晚清都係去日本留學嘅。咁但係咧，即係西方對佢就一種刺激。嗰種刺激就係一個實際嘅發生嘅嘢，一個侵略，但係概念上，但係佢個學模仿嘅對象係日本，咁呢個係事實上都係咁樣。咁就你梁啟超都係㗎，係啊，佢都係嗱，你諗下，湯良都係啦，湯良都係嘅，包括孫中山，孫中山都係啦，都係嘅，所以我就話喺中國嘅接受現代觀念嘅過程，不能忽視嘅，其實日本係一個好重要嘅媒介嚟嘅，係包括現代我哋一啲觀念裏邊，譬如公民呢個字，其實都係嚟自日本漢語。社會主義咩叫國家咩叫經濟，全部咩叫社會，其實都是由日文漢字直接引用在中文裏面的，因為我們的中文裏面沒有這樣東西，傳統漢語是沒有這樣東西的，所以它的概念上的接受是跟日本有很大關係，包括民族主義這四個字，沒錯。所以我應該 下一部分一會就會講進入了現代，即是近代的中國了，是即是可以講話是滿清，即是這個滿清到末，清末，清末民國民初，一路到今日，即係民族主義喺即係政治嘅中國所產生嘅。我哋就先休息一陣先，咁咧，然後咧就翻嚟咧，就再去睇下呢個究竟近代中國嗰個嘅情況係點樣啦。我哋先休息一陣先。